玲玲，玲玲，在想什么呢？在想罗征吧。哎呀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了？哪个什么呀？哎呀，还想瞒我呢？罗征可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你们会有一段浪漫而漫长的爱情故事。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呀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是个好麻烦的人呐。哎呀，爸妈等你吃饭呢。我不饿。怎么了姐？心情不好？是不是因为跟江海洋的事儿啊？哎，他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告诉我，弟帮你出这口气。没有。真没有？没有就吃饭去嘛，走。小周，你跟杨林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。你们真的恋爱了？走吧，姐，吃饭去。走。江总监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。好的。姐，好，坐吧。我不坐了。不坐的话，没有必要站那么远吧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做呢。杨林，昨天的事儿，我想跟你好好解释一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要解释什么？我都已经看见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捉弄我有意思吗？看我出手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我想，恐怕还是得解释一下吧。昨天那个信息并不是我发的，是赵明月发的。后来我跟他说了一下，我跟杨林根本就没什么关系，所以让他不要介意。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，他不会再为难你。
我知道了。是啊，我们俩没什么，本来就没什么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哥，你放心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海洋哥。其实现在看来，那条信息是谁发的已经不重要了。很多事情我懂，我也不怪赵总，他太爱你了。杨玲，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，不过有些话在这儿说不是很方便。这样吧，晚上找个时间，咱俩单独聊聊。杨林来干什么？你们谈什么了？你说话呀！我跟杨林说，这个信息啊，是赵明月发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在讨好他？我犯不着讨好他，我说的全是事实。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可是你也打我了。海洋，你别闹了，咱们俩和好。我要跟你赵明月生气，那我就是脑子进水了，我犯得着吗？记住，这儿是公司，不是说这些话的地方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请你出去，我还工作忙着呢。江海洋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爱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对了，有件事我应该让你知道，罗征和杨玲正式谈恋爱了，是罗征亲口对我说的。他们俩昨天都在一起，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了一个新的进展。赵明月，杨林跟谁谈恋爱跟我有关系吗？喂，货不是已经发了吗？那我先走了，我要和我妈谈我们结婚的事儿。好，哎，行，你这样，你跟她说一声，就说荣坤集团是一个大公司，不会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跟人好好说说。哎，就这样。明月回来了，我准备一下，我们等你吃饭呢。妈，回来了，上楼换完衣服，下来吃饭了。妈妈，我们还是先谈谈吧。啊，有什么话呀？吃完饭再谈。不，爸，我就要现在说。行啊，是因为江海洋的事儿是吗？
有什么话都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我决定了，要尽快跟海洋结婚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年龄也不小了。我知道妈妈一直都不同意我跟海洋交往，我也知道我没办法说服你。可是今天，我想把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。爸，妈，是你们养育了我，我会感激你们一辈子，也会孝敬你们一辈子。可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婚姻由我自己来选择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跟海洋结婚。即使妈妈不同意，你也要结婚，是吗？我知道我没办法说服你妈妈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你从来就没有妈妈过，你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妈妈。你问一个男人可以把这个家丢掉是不是？我怎么就不能跟海洋结婚了？如果你真的反对，你就当这个家里没有这个女儿。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妈妈压力这么大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你冷静一点嘛。明月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妈妈说话呢？啊？行啊，蜜月，你把话说得这么绝，我们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女儿，从来都没有过。回来呀，你们母女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何必要把关系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啊啊，大家都少说两句啊。陈妈，准备开饭。你别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可以和江海洋结婚，可以。可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放弃荣坤集团所有的股份和罗家的继承权。什么都可以放弃，明月，明月，你赶快去把他追回来。明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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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啊！你妈妈刚才在气头上，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顶撞她呢？其实啊，在你妈妈心里，她最在意的人就是你。我现在才知道。我在这个家是没有地位的。明月，你瞎说什么呀？这话多伤人呐。爸爸，女儿不孝，你就当做没有我这个女儿好了。别胡说了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这是事实。可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哎，明月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不来了呢。
送给你的，打开看看，看看喜欢不喜欢。干嘛对我这么好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想对你这么好。江总监，既然你不爱我。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谁说我不爱你？你爱我吗？你必须放弃荣坤集团所有的股份和罗家的继承权。 听说你正在和罗征谈恋爱，谁说的？谁说我跟罗征谈恋爱了？哦。再说，我跟罗征谈恋爱，不可以吗？ 倒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，只是我觉得，这人吧，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那你爱赵明月吗？不爱。你不爱他跟他在一起，你不爱他跟他躺在一张床上，你不爱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能让你怎么样？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像你说的那样。 不过，我也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。我给。那你还和罗征谈恋爱吗？谁说我要跟罗征谈恋爱？
你要不要去我们家坐一会儿？就不去了吧。韩娇，你也有累，早点休息。嗯，好吧，我现在就开始想你了。让开！怎么还要？你说，你为什么骗我？说！罗征，你要干什么？罗征，有很多事儿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小黑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姐吗？啊！还有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这一脚是我踢你的，这一脚是我踢你，而且踢你的。罗征，你别打他了，要打你就打我，你打我吧，你快走，你走啊！先帮你清理一下伤口。哎，其实我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还说没事儿呢，都破了，都怪我不好，害得你受伤。别这么说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帮你清理一下伤口，可能会很疼，别忍着啊。没关系。
回去了。我来是向你道歉的。有什么话进来说。我不应该向你出手，是我的不对。我对不起啊。不过我这人直性子，有什么话我不会藏着掖着。我就想问你，你不是一直都爱我姐的吗？为什么这样三心二意的？啊？你要是不爱他了，可以直接跟他说。好，你要是没脸跟他说，我来帮你跟他说。你这样做只会让他更加的伤心。海洋哥，现在看来你好像已经喜欢上杨凌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爱一个人是要用心去爱的，不是你这样三心二意的。别让我瞧不起你，啊！小周，看你一脸的深沉，不会是跟杨凌又分手了吧？姐，你现在跟江海洋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江海洋这个男人有点靠不住。不如你们还是断绝关系吧，相信我的话。小郑，你发现有什么不对的了吗？没发现什么，非得发现吗？我只是凭我的感觉。我跟江海洋是不可能分手的，除非是我想抛弃他。你这叫爱吗？这根本就不是爱情，这只是你的一种占有欲。也许是吧，占有也算是一种爱，至少它来的真实。我从来就没有勉强过自己。小郑，爱情是有很多种的，最终不都是要结婚生孩子，一起生活到老吗？有你这种爱情观吗？姐，爱情是单纯的，是彼此互相吸引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。
你说的这种爱根本就不存在，你还真以为雪地里有童话呢？姐，我这么说你都不明白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要是不听的话，你早晚会吃大亏的呀，姐。行了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喂，干嘛？啊，我已经查到是哪家银行的保险柜了。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在那个银行设了一个保险柜，用的是九位数密码。杨文浩的这个保险柜也在里边。这可是1000万呢。关键是里面有对我不利的证据。没事，哥，地方都已经找到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拿个锤子把它砸开，还是拿个电焊把它给割开？我可没这么说，那肯定是找到密码了啊。这不废话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试试杨林的生日号码、身份证号码或者手机号码什么的？不可能这么简单。我跟杨文浩打过交道，他这个人的思维很缜密。他既然可以想到把这个钥匙寄到英国去，他就一定会设计一个很特别的号码。这上哪找去啊？哎哥，要么你真跟杨林谈场恋爱得了。就想听一听你的声音。
骗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？突然有点想你，所以想来看看你。木子，你喜欢我吗？真的喜欢。我真的喜欢。干姐，哪儿那么顺利啊？他拒绝了。没事儿，我想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挂了，有人来了。
觉心也在还流泪，总是在起风的日子，藏起放飞的伤痕悲，总是在相逢的时候诉说彼此的心碎，总是在回首的瞬间明白爱情的疲惫。你还你别哭，多情是福，无情也是福。你爱你别哭，无情是苦，多情更是苦，无情是苦，多情更是苦。是福，无情也是福，你爱你。